祖、阿妈，还有 Jonathan。 那姐姐，我们的毕业生在哪里？ Jonathan 姐姐。帅哥美女啊、哦，美女比较多。看看美女比较多。加拿大，啊，是老你们老板他们公司的。对啊，我买的。你买的一个多少钱？那、啊、我在录影啊，在说这种话好不好？救命啊！